主播马上带来关心山陀的台风转为热带性低气压，是重创了北海岸带来的强降雨。可以看到在记者后面这整片山当时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塌方，虽然说现在道路呢是已经全数抢通完毕，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里其实也是一片狼藉，包含我们把镜头再往旁边一转，就可以看到现场的整个护栏其实都被撞得歪七扭八。昨天有这有车过啊，哎呀，那个时候的状况，你们当时有看到吗？没有，我今天早上从台北那边才过来，我们住在这边，这边都没有水可以用啊。我看状，现在看状况怎样才找个水管来用啊。哦，所以现在是停水状态。对呀、啊，我们那边就是在下底下那边都没有水啊。居民是反映说，现在的附近其实仍然是有停水的问题，因此有人是来这里想要来泡温泉，不过却扑空。而且虽然说现在道路是抢通完毕，不过呢，因为现在还在进行清理的动作，所以还是有暂时性的交通管制。